台机场坐包车，然后开到这边的和睦村，一共花了6个多小时，超级远。然后呢，今天晚上入住的一个酒店呢叫做桃园山庄，一进门呢就是一个卫生间。这个卫生间非常的小，我甚至不可以就是坐直着上厕所，只能斜着坐。然后呢，老板刚刚跟我们说，就是这个水龙头的水要让它开一整个晚上，不然的话这边温度很低会冻住。房间的全貌，我订的是一张大床房，墙壁都是这种木头制的，就很漂亮，我觉得很温馨的感觉。然后这有两个小椅子，这就是整个房子。然后价格呢是一个晚上780元。我住了2天才发现这里没有一个桌子可以让我办公，也没有热水壶，所以还是挺不方便的。早上日出时间呢是10点钟，所以就是可以理所当然的睡一个懒觉。出发去吃早餐。哇，这个村真的有点太美了，但冷也是真的冷，好冷好冷。早安，这是我们的早餐，2人份的。然后这是这边的奶茶，这边的哈萨克奶茶呢味道是很淡的，有一点点微咸，但是不是特别好喝。找死我了。吃完饭带大家逛一下这个村庄，这里的颜色真的非常的统一，就是这个雪也是白到不行啊，这里有块脏脏的，就是整体也是白到不行，然后就有那种很纯净的童话般的感觉。然后前面这里有这里的马，好可爱哦。我的理智告诉我我应该回去了，但是我的脚根本停不下来，就是一直想往前面探索。逛着逛着突然发现，哎，怎么眼前有一片阴影，应该是有人在烧一些柴火之类的吧。人和自然有时候真的不可以和谐共处。花了160元坐了当地居民的马拉雪橇上了和睦观景台，躺下哦，我天啊，哇，哦，谢谢，哇，不知道怎么去形容我眼前的美景了，你们看吧。这是我们住的山村，这里可以俯瞰这里水镇的村庄。
我一定要让你们看看我刚才开门看到的是什么。下雪啦，看到了吗？天啊，我们也太幸运了吧！你们看这个雪有多大。的眼睛又起雾了。啊？晒个雪吗？哇，好爽！你给我打雪仗吧。怎么打？我问题在你这不动。那我打你？可以。站到这不是不动。Maybe it couldn't work out in the end. Maybe this. 我们换酒店了，今天住这个三峰山庄。就是这边会性价比高一点。这是我的房间，这个房间就没有那么好看啦，就是普通的这种酒店的标间套房，但是价格便宜至少三分之二吧。今天终于四个人一起滑雪了，极客普林滑雪场的雪具大厅，然后这边都还在施工。极客普林雪具大厅真的又大又新，而且这边的工作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，就是滑雪期间我朋友来大姨妈了，然后那工作人员帮我找了一圈，然后找到了一片卫生巾递给我，超级感动。最让我惊艳的是这边的缆车又大又宽，可以坐八个人，而且防风很好，不会觉得很冷。缆车的途中呢，也一直可以看到广阔的雪山山景，感觉自己是在云端。现在在滑的是极客普林最长的雪道可可托海道，这条道它是有11公里长的，也就是说一天只需要滑3趟，你就可以刷满30公里。而且你们可以看到一路上都是没有什么人的，真的超级超级的爽。然后这条道呢，它是非常缓的，所以初学者也是完全没有问题。你们看，我们中途遇到彩虹啦，好漂亮！哇，今天一定会好运。所有的博主出现，大家一样的话术。我的伙伴，你可以走得更缓慢，背上你的吉他，头戴白色花瓣，难过的全都抛开，我来和你作伴。缆车，美女，绝了，美女。我们的时代。Good morning， 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，又是和睦下雪的一天。给你们看一下这边下雪，真的好漂亮，有点北欧的感觉了。就主要这里不像雪乡一样，雪乡会挂很多红灯笼，然后就会丑丑的。今年冬天真爽，一点都不冷，我真是。是的。这两天不冷，前两天冷得慌。今天我们决定去滑野雪，和我一样初次尝试野雪的小伙伴一定要结伴而行，而且最好是有经验丰富的大神带。哇塞，好像一个穿越的门。
第一趟我们滑的是凌云谷的野雪区，我觉得这个难度对于新手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。我们现在要去滑野雪啦！啊，我害怕了，怎么办？可以传授我一点技能吗？重心压后，尽量往重心往下压，要蹲下。对，重心往，然后身体往前。因为是第一次滑野雪，所以我真的很紧张，全程也不太敢拿出手机来拍，只能在休息的时候拍一些片段。虽然过程很痛苦，但是野雪区的风景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Would you be surprised? Hold your hand. 大山，对，哦，打个招呼。我发现有一道河流。差点掉河里了，这个人是已经掉河里了，你还提醒我不要掉河里。滑到缓坡了，我可以稍微的用360给大家拍一下。那前面我不太敢拍。My money don't jiggle jiggle, it falls. I like to see you wiggle wiggle, for sure. It makes me want to dribble dribble, you know, riding in my fear. You really have to see it. 6'2" in a compact, no slack. Luckily the seats go back. I got a knack to relax in my mind, sipping some red, red wine. 我的野雪初体验非常的成功，你看我的头发。对啊，好离谱。第二趟要滑的雪道，切这个大白坡，给大家展示一下毫无经验的我在粉雪中是怎么挣扎起来的。好嘞。口渴了，开始抓雪吃。今天呢是2022年的最后一天，晚上有篝火晚会，所以我们就提前到了附近的酒吧等待。这个小小的酒吧里面塞满了全国各地来滑雪跨年的朋友，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蹦过这么开心的迪了。
微信就来。